你好。下载淘客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提醒您本期看点。你好，星期六，春节等你来嗨。何老师和青春见习班好六团带你一起玩转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星期六的蔡明，百变春晚角色同框，重温经典记忆。27个皮肤，哎呦我天！哎，真的，真的。全新创意挑战，惊喜来袭！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清蒸八宝、猪香米辣鸭。是在报菜名吗？这个才叫报菜名。更有新春京剧大赛，谁能拔得头筹？小王，你怎么又胖了？吃你们家大米了吗？吃你们家五花肉了吗？胖挡你们家 WiFi 信号了吗？好凶啊！他把我想说的说了，为什么？星期六的郁可唯分享私藏新年歌单，全新改编歌曲带来试听盛宴，嗨唱考验，谁能稳稳拿捏住音乐节拍？星期六的陈立农带着零零后浪团来了。零零后浪春节印象知多少？前浪前辈快来进群聊一聊。年夜饭会在哪里吃？中午在家点外卖。对，我过年的时候也点外卖，因为我妈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你有想过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点的是鸭货吗？你不打算回家了吗？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欢迎大家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 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六做客，一起提前来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那么虎年就要到了，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呢，除了我们的好六团，我们的青春见习班，同样呢，我们今天邀请了非常多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首先跟大家一起见面的就是我们的郁可唯和陈立农。首先可唯来给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祝大家虎年如虎添翼，幸福甜蜜。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祝大家新的一年生龙活虎，身体健康。非常棒。那么祝贺我们可唯之前这个时光音乐会如此之受欢迎，谢谢谢谢，我们非常的期待第二季，非常的期待。好，然后祝贺我们农农第二张的个人专辑跟大家见面啦，我们多多支持陈立农的音乐，谢谢。好，另外呢，今天跟要提前拜年嘛，所以我们好六团和我们的青春见习班也给大家送来新年的祝福了。首先是我们的秦霄贤，大家好。
送祝福？不，我们有一个整体的。哦，整体的。对，我们有流程。你们为什么？你们经常排一些有的没的。一定有一次，每一次都要有一个。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好，我是秦霄贤。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大家好，我是 Bridge。那么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好六团呢要给大家送上三只小老虎，好运爆棚，小幸福，一顿操作猛如虎，平安如意，全家虎。可以可以，好，下面到我们的见习班。大家好，我是冯喜，祝大家虎年吉祥，喜上加喜。大家好，我是崔磊，祝大家新的一年硕果累累，有生气。好，大家好，我是元帅，祝大家团团圆圆，好运来。哎，我好好奇，我们小样过年有没有换新衣服？也是啊，我们青春见习班还有小样呢，今天不知道他会不会换红呢？要见到小样本人了吗？马上就来，啊、欢迎我们的小样！快来快来，小样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打个招呼，祝大家新年新样发大财！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小样。啊，我还有一个祝福，听听看。又是新的一年，我怕年三十晚上的祝福太多，你会看不到我的祝福问候；我怕初一的鞭炮太吵，你会听不到我的祝福；我怕初二的菜肴太香，你会看不到我的消息。现在可以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确实是满店的小样。小样，你这些土味跟谁学的呀？不好吗？跟秦霄贤哥哥学的。我哎呀，我能敲出这样的来了吗？我自己都说不了那么快，我跟你说。知不知道有句话叫做，恭喜发财，后面是什么？红包哪来？这你也会啦？对，我就其实就想来向大家要红包的。你要红包，你上哪花呀？我要换衣服。啊，你要换衣服？哦，对哟，对对对对对。我要穿红色。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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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小样想要给红包换个衣服，对不对？对，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好不好？我们一定负责。好的，好的。希望下一期我们就可以看到全新的这个新装的小样，好不好？好，谢谢。期待，好，期待你的新衣服。那我们小样先去充电吧。拜拜，一会儿见。充电去了。拜拜。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场呢，已经有两位跟我们见面了，但是呢，还有一位马上要跟大家见面，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爱、很熟悉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好。下面呢，就有请小喜和磊磊为我们带来《看我二十七变》节目预告，欢迎两位。Yo yo。我们来五讲猜一猜，二十七变是哪位菜？星期六的惊喜夜晚充满了无限大小彩蛋，他京剧会怼经典小品造型千面，让我们守住电视屏幕再现美好快乐留住。现在有请百变蔡老师。你要问我百变蔡老师是谁？他在春晚小品舞台一共输入过27次百变程序，有早期赛博型，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外国人型，听闻这里住的是人马。无论如何要卖房型，三楼48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广场舞风向标型。27年春晚小品里的他，总有一款留存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你的春晚记忆中，请大家睁大双眼看他27变。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
坏心情再见，我来快乐重演，美好成为经典，看我二十七变，今天新鲜百变再现，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千变万变见。你塑造过的都是角色，让全国观众们都晓得。哎，我营造不同的形象，蔡明姐变，哎，蔡明姐变。每年那天我们会见到不同的口味，全新的面貌。不要停下，你一直在变，哎，不要停下，你一直在变。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千变万变。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这是我们你好星期六在这个过年的时候给大家送来的一个大大的惊喜，对不对？是。你先给我们你好星期六的观众打个招呼呗，送个新年的祝福呗。那个你好星期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谢谢大家准时收看这个节目，谢谢大家这么多年对囧囧的支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囧囧，谢谢你们永远在他身边。谁家里还没个人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明明那么心疼我吗？你们绝对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有多深。怎么说？这是我一小师妹。啊啊！对对，我们明明是正经的发片歌手，但是因为他签进公司比我晚，是不是按规矩他就是我的师妹？是是是是对对对。哦，哥哥对你好不好？一般吧。一般一般，什么哥哥？对，其实我们两个是我们的相识是两轮前，24年，对对对对对，24年。那时候我也只是个24岁的小伙子。那个我可没把你岁数往外说，你自个儿往外说的。对对呀、啊，然后他在湖南台主持节目，我来上你的节目。是的。对，所以我们两个人整整认识了两轮了。两轮了。哇。所以我们两个人。而且你看，我跟他认识这24年，他一直在春晚上。真的，何老师，刚刚那个秀开始的时候，不前面有很多蔡明老师的那个台词吗？啊、嗯，我听到那些台词，感觉 DNA 都动了那种感觉。是是是，真的。是是是，会不会有一些，如果不站到你面前，你都不太记得了？但肯定是、嗯，好多他们有时候说台词，我这是哪个人说的？角色说的，等排练的时候，完了我上面哦，是你说的是吧？哦，你说的，我自己都想不起来啊。对，对我刚才看到那个屏幕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蔡明老师的形象，其实是有点感动的。绝对是感动的。对，很感动。其实不是你们觉得感动，我都特别感动、嗯、哇！我都看到那些舞蹈演员在那儿的时候，我自己面对我自己像照镜子一样，一幕一幕的，好像都回忆，都好像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是，是。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对蔡明老师的这个春晚的作品熟不熟悉？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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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熟的，熟的，熟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的挑战，我们首先请出刚才在表演当中和蔡明老师以及步步同台的27位舞蹈老师、哦，他们带来的就是这27个春晚作品当中蔡明的不同造型，了不起！来，有请他们，有请。耶、yeah! oh! ！哇，太神奇了，这感觉，27个皮肤。哎呦我天！是不是坐到对面看更壮观？没错没错没错，更壮观。本节目舞蹈演员真多。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明明真的是可塑性特别强，什么样的造型都能够拿捏。
那现在呢已经站到这儿了，我想问一下这些哪个印象最深？我印象超深刻的16号那个售楼部的小姐那个。啊，对对对对，16号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那一年我跟我爸妈说话都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对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哪知道为什么。这里面呢唯一可能缺了几堂课的是我们农农。哎，我还真的有看过几个。你真的有看过3个？真的吗？你有确定？真的啦。哇，好神奇啦。但没关系啊，是这样的，待会儿呢我们这27个女生会把手上的卷轴拉开，我们会给大家时间记住所有角色的名字，我跟小喜会随机报一个号，他叫什么名字，好不好？好好好。这里面有一点够呛的呢是小琴，他有一点阅读障碍。30秒够呛能念完的，挨个的念都不一定能念完。我都记不住。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请大家集中注意力，好不好？好好好好好，那准备了啊。好，30秒计时开始，拉开。第三排的往上抬一抬。抬上。对对对。楼长太大妈，闺女醒红明明。马大国小大同学的妈妈。哇的蔡小姐香的。山东志愿者加油毕业。有的是节目的名字，有的是角色的名字啊。刘小红明明，这个是想当员蔡小姐，想当志愿者加油毕业。大妈闺女小红明明。好。哎，这哪记得住呀？根本记不住。完了，完了。意犹未尽，大家眼睛有点花了，现在是，好，来了啊，21号，别说话，别，谁不许说？让齐耀贤说，让齐耀贤说，让他说，这孩子快疯了。广场舞大妈，别说话。那啊，那个陀螺，陀螺是对的，不完整。小陀螺，什么东西？小陀螺，来，你说。想跳就跳的小陀螺，不对啊。想跳就跳的陀螺子儿。什么陀螺子儿？你们俩想跳就跳的小陀螺。多了字儿。想跳就跳小陀螺。确定，只确定一点。想跳就跳的。想跳就跳的小陀螺。多了字儿。想跳就跳小陀螺。确定一点。想跳就跳小陀螺。想跳就跳小陀螺。回答正确。失之交臂。奶奶，你对了，我让你确定一点。我就不确定了。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想跳就跳小陀螺。我们秦霄贤已经距离成功很近了。是。我们相信虎年即将到来，他在整年当中一定能对一次。这个不行，这不一年不行。能不能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像这样一个作品的创作周期要多长？两三个月吧。哇。对，这最多的一个应该是从初稿到。上台前我们改了80多稿。80多稿。哎呀，这个很常见。很常见，对，就最后上台的时候特别可笑的是，就改的只剩一个名字了。全部改掉了。所以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都想到，你想想看，
27个作品，每个作品两三个月。你看，哎呀，不重要，我不重要。他就用一句话简单的解释，我就是会干这个。哦，对，应该的。蔡明老师也是真的有太多金句了。是的，比如说。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谁玩聊斋啊？哎，还有这孩子长得真显老，还有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哇，好厉害，小崔磊好厉害。所以对老师这个金句很好奇，对不对？对，就是想问一下老师，这些金句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想出来的。就想出来的，就愣想呗。集体创作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对，我们比方说大家一开会啊，一个编剧说这句话这么说，如果说没意思的话，没意思的话，他自己会说，对不起，就错了。然后还又站起来又说了一句，我说，道歉吧。那您有没有很兴奋地讲了一个大家没有反应，你也要道歉？对呀，就我们现在的话就尬在那儿了。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蔡明老师有非常多的金句，下面就是真正的今天的考验了。在下面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明明是唯一的评审，他觉得最棒的那个要送出他今天带来的虎年的好礼。哦，嗯，而且呢，今天我还有一位好朋友，他已经充电完毕，他可喜欢蔡明了，所以呢，他现在要来跟您请教请教。好，欢迎我们的小样。小样。欢迎小样。哈喽，大家好。小样你好。蔡明老师好。小样呀，我发现你喜欢的人挺多呀。对呀。哎，你真的喜欢蔡明老师吗？我小时候总看他的小品。你小时候，你不是刚有的吗？好，那下面那个小样我们就交给你了，看你有什么想要跟蔡明老师请教的，好不好？好的。嗯，过年了，七大姑八大姨一年一度的操心大会又要开始了。每次面对他们的连环问候呢，都像一次次的思想搏斗、观念的交锋。其中有一些问题呢，小样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应对。哎，正好我们的蔡明老师在，那么机会难得，今天呢，我就和我的学长磊磊一起把这个难题给演出来，请各位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呗。呜呼，好，磊磊，来吧。好，让我们就请出我们的第一轮挑战者，是何老师、喜喜、孝贤和弟弟。所以是蔡明老师说了算是吗？对，他是评委。奶奶，我给你按个摩行吗？哎，来，怎么？哎，禁止这种赛下行为。您一会儿多看看我。啊，多看看我。真的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走开。不许那个什么。来，我到这边来。怎么站？还有谁啊？有老秦。没有。有你，第三个名字是你。啊，还有我呢。有。哎呦，我还没捏呢，我这。哎呀，不是，按摩哪有从正面去的？好吓人。吓我了。没有。还是来回按摩一下。哦。下面就让我们来听题。好。我们请冯喜回答。婶婶在家庭聚会上当着所有的人面说，哎呀，小喜你怎么又跑了、此时你会说，我这不是想在你的心里分量重一点吗？哦，你的土味情话连婶婶都不放过。婶婶都不放过。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都在观察那个明明的表情，我一定要知道评委的他的方向，他的喜好。对，还可以吗？还可以。刚才很明显哕了一下。我们明明评委不是很喜欢这种土味的啊。好吧，那我给大家试了个水，对吧？我给大家试了个水。还行。来，接着往下走。好，请弟弟回答。小王，你怎么又胖了？吃你们家大米了吗？吃你们家五花肉了吗？胖挡你们家 WiFi 信号了吗？哇！哇！何老师，他把我想说的说了啊！真的吗？为什么？我也给你留一个呢。临时赶快想一个。小贤，咱们回北京吧，咱别干了。
加油，老秦，你可以的。加油。请听题。哟，小秦，你怎么又胖啦？你还有脸说我？爸爸，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蔡明老师频频点头。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我得托付两句啊，首先来讲，确实家里没有，确实很少有这种长辈。不是，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了句什么？你家里很少有长辈？对，我除了我母亲以外，就是我跟我姐，所以家里没有什么。不是，说的是其他亲戚，家里面亲戚没有比较少，都没有，都跟他们不老死不相往来。不也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不是，你说完了以后也来往不了了。我们最后来听一听何老师的答案好不好？来，婶婶在家庭聚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你说：“小何，你怎么又胖了？”妈妈，婶婶在夸你做的饭菜真好吃。高情商回答，没办法，他当过少儿主持人，绝了，绝了，绝了！何老师好棒，大写的服，服服服。那我们台上其实四位给大家呈现出了三种样子，蔡明老师比较喜欢哪一种？我喜欢秦霄贤那个。谢谢奶奶。哟，小秦，你怎么又胖啦？你还有脸说我？为什么？为什么，蔡姨？为什么？谁还没个亲戚呢？对对。哎，如果是蔡老师回答，蔡老师给一个回答嘛？给他一个头，我想听明明说一个。小蔡呀，怎么又胖啦？我是吃饱了胖的，你是吃饱了撑的。这个不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怎么比这个？仿佛就刚刚就已经是在看一个春晚的小品了，这句词儿。没有。你蔡姨终究是你蔡姨。好，下一轮是谁呢？下一轮四位嘉宾是可薇姐、农农、布老师和孝贤。加赛一场，这怎么了？不知道家里亲戚不多吗？好，那我们来吧。第二轮，过年回老家参加婚宴，远方婶婶拉着你说：“小秦啊，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助助兴吧。”此时你会说：“想看节目的话，就打开电视看《你好星期六》吧。”硬广，有点硬广，太棒了！其实也是弟弟告诉我的。棒！想看节目，那咱们就打开电视看《你好星期六》吧。你合计合计，你合计合计。军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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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布老师回答。哟，布老师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助助兴吧。哟，我如果是个 rapper。你就要让我表演节目，那我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是不是现场做一场手术？哦，牙上了，是的。大家，因为这个话题，我是真的，我遇到过我自己的婚礼上面，我请的那个司仪让我即兴给大家 freestyle 一个。所以说这个点就很那个，没有见过这样的新郎自己好好说，就是那一下是真的把我尬住了。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做得到的，你没问题。但已经很腻了。来，请农农回答。农农呀，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助助兴吧。好的，我送你一首歌。我送你礼。
不但节目里面有态度，有态度，有态度，对。啊，可唯压力大了，最后一个，加油。好，最后我们请可唯姐回答。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助助兴吧。啊，我唱歌老贵了，老贵了。啊完美答案，我们还是请蔡明老师给大家点评一下好不好？这个挺难点评的，因为他们几个都挺好的，但是角度不一样。如果要从我的个人喜好吧，浓浓那个好。我现在心态很平和了，就谁家还没个亲戚呀、啊？好，我们恭喜农农获得我们这一轮比赛胜利，谢谢小燕。那我下去充电了，你去充电吧，爱你哦，拜拜。小燕又走了，充电去了。嗯，他能这么费电？所以我们明明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呀？这是一盒巧克力，每颗巧克力里边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哦、啊，每个人都大都有吧呀？我这人就是，你看你孩子都眼巴巴的，能不给吗？都一个、哦、来啊！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生活的甜甜美美的。你的巧克力有不同的味道，遇到不同的挑战都可以勇往直前，尝到日子的甜。接下来我们明明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精彩的秀，而且这个秀啊是我们百变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秦霄协和王鹤棣一起来进行一个极富创意的新年挑战，我们一起来期待。好，现在我们三位表演者已经在巨大的栏目面前就绪了，掌声给他们三位。让我们开吧，来。哇哇，再来。哈利波特可以骑着扫帚自由自在的飞，而我的扫帚只能用来清理垃圾堆。你快把我扫走了！你飞过去啊！去！哦，我要喝小磨咖啡、美式咖啡、拿铁咖啡。奶奶，咱们这些都不喝了，咱们今天吃点别的吧。什么？我带你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赤鸡丝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香米炸鸭。你这是在报菜名吗？我这个不叫报菜名，这个才叫报菜名。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你什么时候下车去？我就是不下去。
保护世界，我保护你。浪漫的话，重点不在浪漫，重点在必须是千玺说出来的。你知道吗？想哭的时候你就倒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掉下来了。累，你看起来这样子好累。菜，他不是累，他是真的菜。他真的有演过大明星。毕竟是真的办不到。对，猴子，我喊你一声，你敢不敢答应？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要得嘛，等到孙子。哇，好忙，好忙，好忙。太忙了，姐姐。笑哭了，太精彩了，精彩不敢保证，忙到我做到了，太忙到我了。是这样的，是值得的，因为刚才我看很多观众笑到腿都拍肿了。真的好玩吗？真的好玩，是不是？好玩，真的好玩啊！真的好玩，像在看春晚的节目。我们仨什么都顾不上，就顾得在换衣服。这个节目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有很多的毛边儿，你必须毛全是毛边儿，都是内容。然后肖贤在那倒立的时候，因为还得有人那个抓着他的腿嘛，对，所以他腿那还有一节是镂空的。啊，我还镂空了呢。这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有几个是非常的搞笑，就报菜名，报菜。那个我知道那个梗，但是当现实当中蔡明本人在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包袱我们用了好多年了。我是第一个自己亲自尝试的人。真正的冒险。何老师，我有一个感受。你说说你有什么感受，弟弟？就是昨天我们都跟着蔡老师带着我们，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方，包括你每一个地方要用的道具，他都是很细节的抠的每一步。对，有现场要改很多。那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点，我们前天不是在彩排昨天的节目吗？对不对？他在彩排今天的节目，就是他提前好几天来了，然后他把他的秀自己一个人先排过，非常有熟悉了之后。应该的。哇，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学起来吧，朋友们。应该的。而且学做到了之后，还要学这句话叫。应该的。我们刚才好像一直在做蔡明的多变，
但其实看完之后我们反而觉得他是一个不变的人，不变的是对观众的负责任，对舞台的负责任。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很多年走过来，我要求自己就是一句话，你不要让这么多看着你的眼睛失望。下面我们这一趴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可唯了。我们下面有请喜喜和帅帅为我们带来下面的郁可唯的节目介绍。路过人间的实力歌手，知否知否的时光守候，选择 OST 自带变声器，随机应变的舞台超能力，绿荫会绕梁，治愈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歌唱。可唯姐姐现在就登场，让我们掌声有请郁可唯。其实大家是很熟悉，对对对，但它改编之后非常的有气势，然后又很有记忆点。而且我之前对这个歌的印象是那种古风一点的，对对对，但这一次是那种很现代的，还有一些那种有 funk 的那个元素在里边。对对对，因为它加入了那个复古电子和 funk 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对，刚才非常惊艳那一下。对，所以就是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就是气势山河的这种感觉，真的真的好好听哦。
这首歌很开心，又是又一次跟我们时光音乐会的总监荒井老师合作，他 是他做的、啊、他帮我们编的，对对对，是他弄的，这好像又到了那个时候，嗯，而且现在那个纷纷灰飞花不唱两次是过不去的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不去说，或者后面不是有这么一个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热传，我们没有人会觉得你那个是失误，是吧，对呀、啊。还有些出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春空，完全听不出来。那天是这样的，就是本来我一般唱歌的话是要带两个耳返的，然后那天聊得太嗨了，我上去的时候就只带了一边，明白，对，所以那个老师的 Q 然后我也太嗨了就没听清楚，对，所以就先尽早了。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Q 麦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事实上像音乐节目有的时候歌手准备一首歌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对 对, 对，而且常常会遇到临时要换歌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不比他自己唱自己固定编曲的代表作那么的熟悉，没错，这个时候就会有音乐的总监老师或者是编曲老师在耳机里面会帮歌手会说一二三进，对，那段时间也是在进行 Live House 的演出嘛、啊、所以就是基本上每一次演出也会有一些状况的发生，是，然后很快就能解决了，不经意之间可以成为经典，所以我们会以为是很完美的所谓救场，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经验，包括自己有去练嘛，你说你在 Live House， 对对对，你肯定就是像我们呈现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最后的结果，是，你要在底下去练很长的时间，然后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是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就是可以马上可以应对。学了一些小技巧之后呢，我们来玩一个卡点进唱的小互动，来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卡住点。接下来这一轮呢叫做卡点进唱，耳机里面呢会播放一段音乐，音乐当中有一段会播放干扰的噪音，但是呢你们要自己数着节拍到指定的位置进唱，跟原唱误差时间最小的获胜。好的，好难，来试试啊。第一组是农农，然后可为元帅和秦霄贤，有请四位。我们首先来请看 MV。现在开始进杂音了，就是爱。好，这首的难度其实很大，有三个难度，一个是有高音，第二个呢当有杂音和别的声音去干扰的时候音准是不是能够控制好，对，第三是近的位置，嗯，太难了，这个祝四位好运好吗，好的，我们看看这到底是爱还是尴尬三二一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好，现在开始进杂音了。这就是爱，这就是这就是爱，爱，这就是爱，爱，我也行，爱的脑门疼。金小贤唱的让我都不相信爱情了。哎呀，那个我们小琴确实是爱的比较早。我爱很早吗？
太早了。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经过我们非常客观的评价，完全准的是郁可唯，掌声给他鼓励。完全准哦！哇，可唯他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他是拍子非常密，我们都是这样拍，他是。我会把再细分一点，那样会更好打一点。因为你这样三拍之间，有可能有一拍就会被干扰，就慢了。对。我们都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我们是这样数的吗？好，下一轮我们请谁啊，小喜？何老师跟农农，哦 ，Bridge 和弟弟来一轮，好吧？哦，好，来，好，来一轮，来一轮，来，麻烦放一下我们原版的 MV。能再听一遍吗？不可以。哇，这个太难了。来，四位老师戴上耳机，请播放 MV 三、二、一。你们三个是错的特别一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三个人都错了，有可能是对的那个人错了呢？何老师，我们没戴耳机。哦哦哦哦哦。卡路里，我的天敌，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你把我的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但是我觉得你们三个人为什么错得这么一致呢？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节奏，那叫做你好星期六的节奏，精彩看不够的节奏。蔡老师。然后呢，农农是对的是吗？对，他是对的。哦，真的太厉害了，恭喜农农完全准。好厉害呀、啊、好，那么我们就是农农可以得到郁可唯特别准备的虎年新年礼物。哦，可唯，你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我准备的是一份我手写的十首歌的歌单。哇，手写了。对，来，请获奖的代表到 台中间来领奖。哇，好漂亮啊，好精致哦。可唯的字是有了名的。哇，好好看。所以呢，陈玲珑得到了郁可唯的手写歌单，谢谢。哦，
为什么你会想到把歌单作为新年礼物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过新年还是平时，就是大家会有心情开心愉悦，然后也有难过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听一些歌曲其实是可以被治愈的，治愈自己心中的一些小问题，找到一些小美好，对不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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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祝福大家的虎年都特别的美好。好的，那么接下来的环节会有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提醒您稍后看点。好独特，好独特！哇，我真的没有想到00后现在也有这个节奏，00后也这么玩吗？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说一个比较扎心的话，80和90可能还都单身呢，但是我们00后已经被父母拉去相亲了。咱就是说，咱不怕干什么？干什么？保护我方00后，让我来让我来。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美食9.93元。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大家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接下来还有哪些嘉宾带来的精彩大秀呢？请大家敬请期待吧。欢迎大家来到由你好星期六和淘特 APP 联合打造的我们特会，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接下来呢，表演的节目是由我们刚刚发表了第二张专辑《日新说》的陈立农和冯喜、崔磊、袁帅一起带来的。我们下面有请布布和弟弟为我们带来下面的节目预告。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呢，就是让我们看看立农的梦想，年轻的世界，初心的向阳，一起的助力才能转动地球，努力的奔跑不用再去留，仔细的聆听再观察，不停的往上又攀爬，到达终点呼吸着空气，继承丹田展示着功力、yeah、掌声有请陈立农。这题好难啊！画好没啊？哎，我说你们动静能不能小点啊？你好了没啊，云帅？我站半个小时嘞。可以了。真的假的？怎么样？不错吧？云帅，你就快啊！你们闹就闹，把我拉上做什么呀？尖叫！哎，不是才迟到一会儿吗？不用下死狠手吧？哎呀，弄弄，你可算来了。累哦。哎呀。哎，你练舞又没吃饭？没吃啊。哇，你妈又给做的咖喱啊。我跟我妈都喜欢吃咖喱啊。哎，你这么拼，长大以后真想当舞蹈家？我就喜欢唱歌跳舞嘛，长大之后当一个优秀的人，别人的榜样。你们就没点梦想吗？有啊，我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女强人，当个大老板。
喜欢喜欢这个秀。哇，好极了好极了，非常的有故事。然后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叫初心的向阳，然后呢这个歌呢我们也感觉到其实跟浓浓的形象也非常吻合，然后又能给我们一些力量，就是说天台一定都是很多年轻人放飞梦想的地方，但是呢在一个秀里面，在一首歌当中，我们不但看到当时毕业的时候大家许下的心愿，还看到十年之后哎大家又重聚的样子，对，不同的人生，那真的是非常有阳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那么浓浓今年也获得了云听地球守护人生态保护形象大使的称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对不对？嗯，其实就是希望呢呼吁大家可以一起来去重视我们的这个环境生态的一个保护，那向阳而生的力量就是这份力量。了了，那我们小喜、帅帅和磊磊也参演了，有什么样感受？我跟浓浓的这一趴就是这个情看出来了，对对对对对，你偷拍人家，你在前面唱歌，他在后面一直偷拍你，偷拍还比心，你拍的有点太肆无忌惮了，我的天！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场景特别的真实，因为十年后相当于大家从各自工作岗位上打拼，然后趁着过年的这个机会又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哎，真的耶，很多人过年的时候都会跟同学重聚嘛，对，因为看到那些同学就会把自己最年轻的那个因子激发起来，是不是？喜喜呢？我的梦想跟这个舞台有关系。我在十年前，我在当时的湖南广电门口留下了一张合影，当时是觉得我说能不能有机会进去当一次节目观众，就跟你们一样坐在这里，但是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站在了何老师身边，我在主持一档节目，这是真的梦想成真啊。所以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那么我想呢，其实一年又一年的长大，每一次过春节的时候是我们最能够感受到这个时光变化的时候，而且呢每次回家的时候呢就会哎发现有不同的人要聚到一起，除了小伙伴还会要跟长辈见面，还有远房那婶儿，还有远房的婶儿。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要请来30位00后，除了我们的青春见习班还有浓浓他们四位之外，还有26位00后，他们呢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年轻活力的代表。他们过年怎么过不见得你们这些就是伤心了何老师，不见得你们这些老前辈们。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很简单，我们现在不是说比他们比有多大，但是我们确实比00后可能看法不一样，所以下面我们要一起跟他们来聊聊00后的春节问号，欢迎他们。Yeah.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看我这样的骨骼，听我讲话很出色，00后浪过春节，玩法超独特，好独特、wow. 我真的没有想到00后现在也有这个节奏，00后也这么玩吗？是这样的，你们刚一上来弟弟就飘过来跟我说00后长得也不是很年轻嘛。别加词了，何老师绝对加词了。你怎么说的？我说哇，原来00后都长这个样子呀。哎，怎么回事？一会儿我们00后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不一样的。对不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规则，等一下呢我们会请一个朋友坐在中间，然后包括陈立农和青春见习班三位的现场，加起来一共30位的00后，我们组成的后浪团和我们的前浪嘉宾呢坐在一起，每回答一个问题，后浪团当中和前浪嘉宾答案一样的就留下，如果跟前浪嘉宾不一样的就退出群聊，好吧？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后浪团入席。哇，你们看起来像摆了一个奇怪的阵。然后又因为你们坐在一个圆的地方，我给你们的阵起了个名字，火锅。好，第一位前老就是我们的小葵可威，这是你的手机，去吧，欢迎入群，坐到中间。我们现在要请郁可威通过第一关，请你看看这些00后的脸，
选一个你认为零零后最喜欢的群聊的名字，修改群聊的名字。我要选一个人来帮我修改群聊的名字。哇，他现在年纪大都听不懂我的话了。不是，你让我看看他们的脸。就是你觉得他们会喜欢什么群聊的名字？哈哈，找点灵感，你环顾一下。我特别好奇被零零后包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有点怕。好，现在郁可唯开始修改群聊的名字。我最年轻群。好，各位做好准备，请看第一题。请问针对年夜饭会在哪里吃，零零后的选择是 A 自己家， B 饭店， C 别人家或亲戚家，请回答。我觉得这个他们不会选择 B 和 C 吧？是吗？对，这个年夜饭都不在自己家里吃了。我看到了非常多的 A， 但中间也有 B， 夹杂着 B。对，杨思源，你是哪个？他选的 B。他要去饭店吃，对，他要去饭店吃。要他的爸爸妈妈做饭不好吃，不能去饭店吃吗？我们请除了 A 之外的选 B 和 C 的同学移出群聊。拜拜了您嘞。啊，拜拜。哦，连同学。啊，告辞。看，还是大多数的，看看看。哎，好，杨思源。杨思源，就被哎呦，这里有个张文龙也被移出去了。哎呀，一前小邱同学也移出去了。有选 C 的吗？没有选 C 的，对不对？你都不去亲戚家吃饭的？不去。那你们也欢迎亲戚来你们家吃饭吗？高婉丽，我说欢迎亲戚来你们家吃饭，因为一来就会提好多问题，是不？远房那婶儿会跟来。又要表演了，开始。所以我估计这个好像没什么选 C 的，我看一下那个。没有 C， 没有 C。应该这一轮的大家统一的数量非常高，基本都是选 A。但其实我对 C 这个选项真的没那么那啥呀。反感，对不对？对，我觉得去别人家吃饭，去亲戚家吃饭挺好的。你想，你去亲戚家吃完饭，吃完饭你就可以回家了，不用洗碗，不用收拾了。而且小时候都真的觉得别人家的饭比自己家的好吃啊，真的。小时候都是这么觉得。上亲戚家吃饭还有红包可以拿。哎，对，是。田炳坤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好，来，炳坤，来拿个麦克风来。何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讲的是大年初一的故事。你也是四川人吗？湖南人。湖南人。湖南。哦，你是在大连读书还是在工作？啊，一直在湖南长沙读书。湖南，那你为什么要讲大年初一的故事呢？好了，我们知道你是说大年初一。来吧。大年初一发生了什么？我不想跟我爸妈去拜年嘛，然后我就在中午在家点外卖，然后我外面小哥过来了，我说大过年的，你还能送外卖，你是真不容易啊。然后外卖小哥就怼我，就说，哇，你大过年的还在点外卖，你更不容易啊，你真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咱们两个的生活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过年的时候也点外卖，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你有想过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点的是鸭货吗？你妈妈不看这节目吗？怎么说呢，我的妈妈做饭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难吃，你知道吗？真的太难受了。你不打算回家了吗？下一题也是我们最后决定我们可为的成绩了。好的，各位做好准备。零零后对走亲戚拜年的态度是 A 紧张不想被亲戚们过分关心， B 高兴一定会收到红包， C 拒绝不想成为对比的参照物。来选择。这个题有点难度，其实大家统一性啊，这能筛出一部分来。这个是别激动，别激动。我觉得他们选 A 的多吧。我已经看到了，留下的不会特别多。对，我也觉得。郁可唯同学选的是 C， 不想成为对比的参照物群。选 A 和 B 的同学请移出群聊。哦，再见，再见。哎，可唯，千里之外。哎，有五个，不错啦。
有五个不错了，先说说看你的想法，你为什么会选 C？我觉得就是可能零零后会比较有态度有想法一些吧，就是觉得过春节的时候我就是不想，你看还是有人跟你一样的，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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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其实可能有很多就没有到拒绝的这个份儿，对对吧，过年还是要给家长一些面子，对，我是在 A 和 C 当中犹豫了一下，但是我还是决定选 C。 真的不考虑一下必收红包吗？我如果在我也会选 B。 蕾蕾你会选，你选的是几啊？我选的是 B，也就我完全没有犹豫 A 和 C， 因为我就是被关心的那个参照物啊。 What？ 哎呀哎呀，退出群聊，我刀子出去，那个群主把这个人移出去，谢谢。他就是我从小最讨厌的别人家的孩子。我其实想为那个长辈们这个辩解两句哦，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特别烦嘛，就是被父母攀比来攀比去嘛，但其实家长带小孩去过年去拜年的话，其实内心还是会觉得自己小孩是最棒的，因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自己最伟大的作品，所以就忙了一年，其实他们只想要把你带出去在这个亲戚朋友面前争个光，有点面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态度还是可以客气的。我觉得因为凡尔赛好吗？像你这种，当然爸爸妈妈可以带你出去显摆啦。你知道那些年我都是彻夜骂你们这样的人。完了完了，我觉得我可以退出群聊了。对，我们祝贺可为留下了五位零零后成为他的成绩，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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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欢迎蔡明老师，然后请零零后坐回你们的位置，加入群聊。首先有请明明修改群名。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奶奶，你是在修改群名吗？奶奶，奶奶不是在这里，奶奶。啊，奶奶。朋友小，小吃。好，准备了啊！以下哪个过年场景是零零后最尴尬的时候 ？A.按照辈分被年长的亲戚叫叔叔阿姨。 B 许久不见的亲戚说你还认识我吗？ C 在不告诉你的前提下安排相亲局，请回答。哎，改答案，改答案了，奶奶。蔡姨，我们都能看见姨。公平投放的姨。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他改他的，我们知道他开始选的是 C， 所以呢，我帮你。我点错了。你不要，我帮你。可以，没问题。是不是？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对的。这个没有什么对错，但是我觉得安排相亲局这个太尴尬了。尴尬了。但是我为什么我又换了一个？因为你看到别人都发的不是，我突然想起他们很小，他们应该没有到相亲的这步。哦哟，那不一定。我跟你讲，有可能姐姐一把就把所有人移出了群聊。对，好，除了 C， 留下其他 A 跟 B 的朋友，请移出群聊。你们都喜欢相亲吗？你们喜欢相亲吗？难道我们目前不会被安排相亲？对，这就是年龄的问题，是吧？还是你觉得你很帅，根本用不着这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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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女孩乌泱乌泱扑你？年龄还没到吗？就是我觉得说一个比较扎心的话，八零和九零可能还都单身呢，但是我们零零后已经被父母拉去相亲了。咱就是说，咱不怕干什么？干什么？保护我方零零后，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这是八零九零，
琪琪，关键是他们俩过去的时候，就第一排的女生并不想被你保护的样子，你知道吗？对呀，他们有一种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女的挡在我和他俩中间。我先问一下琪琪，你觉得你哪个瞬间你回想起来过年是尴尬的？我选的 B 是尴尬的。因为和真的会有那种就是很自来熟的亲戚，然后就问你，哎，你还认识我吗？然后你这个时候总不能告诉他，对不起，你哪位？不可能这样子。没有，他会说，你还认识我吗？我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你还尿了我一身呢。这个梗已经这么多年了，就是嘛。对 啊， 对啊，而且再补充跟蔡姨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觉得 C 还好？因为现在零零后其实有一个词叫做社交牛牛症。我知道，对，就是其实跟那个社恐是反的。对，就是我们其实都还是比较开朗，然后热情的去应。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社恐了，你看，给我留这几位。你别，你看我留这几位。你不着急，没事，还有还有几题呢。到不了了，我就四个人了。一道题我就损失了这么多人，蔡老师，我哪熬得了两个？蔡老师，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回家吧。如果能成功的避开所有正确答案，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咱们的任务就清场，好不好？咱们对 ，OK。现在我们既然不能，已经不可能留到最多的人到最后，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清场，好吧？好，下一题来了。过年回家遇到热情的老妈，零零后最不希望妈妈做什么 ？A. 把自己的房间装扮得很喜庆 ，B. 早上叫起来吃早餐 ，C. 下厨年夜饭，请回答。好，明明选择了 A。好的，下面请不是选 A 的朋友离开群聊。咱们的任务就是清场，好不好？就是我来这个节目和我的偶像蔡明老师学会了跑票。我首先选的是 A， 后来我反悔了，但我反悔得很坚定，因为我就想起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大学生都特别害怕的一个东西叫早八，就是早上八点起来要上早课。好不容易要过年了嘛，我就觉得不睡到日上三竿我就对不起这个假期，但没想到我妈每天比我更执着的早上七点就叫我起床吃早饭。我当时心情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不想吃饱一辈子，我就想睡饱此时此刻的这一阵子啊。妈，自己还弄了一单压。你看单压那个，但是其实这孩子你们太小，你还是太小了，有一天你做了母亲你才能够理解妈妈为什么早上要叫你吃饭，因为早饭对一个人的健康特别特别重要。所以跟零零后说啥呀，当了妈再说吧，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只有你做了父母之后你才知道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做。没错。对了，我想问一下，哎，零零后之间送礼物会送什么？哎，那当然是要新年换新机，送全面出色的 vivo S12 系列手机，特别适合有态度、有审美的年轻人。接下来就听我和 Bridge 给大家讲讲年轻人过年的态度。DJ 装备，态度。喂，弟弟。新年快乐，我为你准备了一份最棒的新年礼物。vivo S12 当然全面出色，追求影像和性能的突破，搭配旗舰芯片在里面，带给你快乐超速体验。后置一显示5000万像素，拍出信息有质感的世界万物，既要玩尽兴还要重重又抵触。 S12 是你标配新年礼物， S12 是你标配新年礼物。看前置5000万像素就是不一样，我这下就去下单给我的兄弟你买两台。您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美食9.93元。
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欢迎大家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 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年货美食，全场9.93元，提醒您下期看点。财神到，你好星期六，大年初五组局迎财神了，新年快乐，青春见习班迎来新同学。大家新年好，我是青春见习班的刘国豪。小样新年喜换新衣，看我这个泡泡袖配百褶裙，新年的氛围呢就轻松的拿捏住啦。原来你们高科技也上网冲了。白月光晴朗，这个脑花竟是探店小能手，带领大家嗨转庙会局。我们现在已经卖掉的串串可以绕地球3圈，我也贡献了。你贡献了估计一个长沙市啊。逛庙会迎来高音挑战，王鹤棣成游戏黑洞。恭喜你发财，还得再来一次。你要不要调到前面一点来，你那个位置可能太难了。那弟弟你来啊，这里。弟弟现在录节目随身都带铁锹，一路给自己挖坑。恭喜你发财。快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不给我们留活路呀。弟弟不要评价，比比都不记得刚才小熊唱的哪了。要不然我直接把你埋了吧。先周笔畅化身多面音乐人，带来音乐创作局。今天在这里改12年前的那个行李，我都不敢相信这声音是我的。原来家居用品也能合奏出新鲜乐曲。我这个要金属感强一点，那一听就是实心的。还有一个那个钉，他那是一个单音，我这是和弦。哦，撞了撞了。大家一起喜洋洋，新春限定版能合作成功吗？冬奥来了，换上装备，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滑雪局。哇，那个眼神光炯炯有神。哇，这个好帅。哇，更有林一带来综艺舞台的舞蹈首秀，带你聆听雪落下的声音。下周六晚8:10，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你好星期六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摇一摇精选美食9.93元。好，缘分非常的奇妙，今天我们场上有这么多的朋友们，大家过年的方式呢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年的意义却从来没有走远。那今天最后这一轮呢，农农给我们准备了非常特别的新年礼物。在去年呢，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烦恼，对，那这个烦恼粉碎机就来了，希望大家呢把去年所有的烦恼放到粉碎机里面，然后呢把所有烦恼通通都粉碎掉。说拜拜。没错，这个好。哎，这个我希望大家都能就是碎掉贫穷。这个谁来念，有这个烦恼的念出来，3、2、1。今年别带单子了。好，我们把这个烦恼扔进去，下面我们就一起说3、2、1，然后我们粉碎我们所有的烦恼。各位做好准备，3、2、1。在虎年来临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我们和百变不止的蔡明老师、实力治愈的郁可唯，以及新的一年要继续初心向阳的农农陈立农一起回顾了即将过去的牛年当中每一个人牛气满满的拼劲儿，也展望了即将到来的虎年当中大家虎虎生威的决心。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以上呢就是 vivo 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先锋影像旗舰 vivo S12 系列手机全面出色，自然出众。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个星期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那就下个星期再见咯，明天见。接下来请继续支持勇往直前的我们。拜拜，谢谢，下周见。下周见。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走。